钓这个草边哦，钓九班就要钓这个草啊！剁手拍空水，靠腰，剁两下，三下，小只的，钓啊啦，这只大只，我跟你讲吧，你看刚这两只也不错。这边的石斑都比较肥啊，现在这个时候啊，千万不能出太阳，出太阳这鱼会怕，太水太浅，它就更往草里面躲。要爬，掉啦！要爬路挖超冰的路拍掉，所以阴天是在这里钓最好的结局了。来来来，这个在这边都算小只的啦，这个轻轻菜菜啊。雨停了啦，但是天还是很黑啊，而且又起风，雨也喷了起，靠腰，赶快回来，赶快回来，吓死别人了。这只很漂亮哦，蛮黄的呢齁，它累了结啊，沉积的水啊，它一下来都是你来不及跑的，所以齁、不要过去对岸钓，乖乖钓摩托车这边就好了。我的嘞嘞，应该碰在家。有，没有机会让你喷了、这一段的都这种的啦，还有更大的，这个不算大、这在排泡泡水了，泡泡水。所以我说这边的鱼不要吃啊，你不知道这有毒没毒，不知道它有没有干净，有没有合法，它就是排出来的就对了。所以说这边的鱼你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是还是不要吃比较好。哇你勒，才躲完雨，刚钓它又下了，漏水啊！有影，我听哦嗦嗦。这一次如果下大的话，真的要打包了。这边摩托车下面有一棵树可以躲，希望它不要下太大了。天是很黑啊，娘喂！这里水涨起来不是开玩笑的哦，这个你连跑都没有机会跑，所以来这边钓鱼警觉性一定要高。你看我在摩托车旁边钓而已，我都不敢走到别的地方去。这个横溪是很恐怖的，排名应该是第一名吧。